听到嗨不嗨？其实《活生生》这首歌呢，最早是在那个吐槽大会唱的啊。因为这首歌呢，你也知道吗？我们活生生的变成某一个人，是每一个人，对每一个个的。OK，Anyway，、okay, yeah. 柯哥，你先活生生的介绍一下自己行吗？先打个招呼给大家。可以跟他聊英语，他很喜欢说英语。Yes。今天我活生生的来到了民谣啊。这个活生生的现场，那民谣对我来说就是活生生的，我就活生生来这里听就行了，带着活生生的耳朵 ，OK， yes， 而且我知道他们写的都是活生生的，十二时辰，对吧？对 ，yes， wonderful， OK， OK， OK。